三振数减少，有时候是让自己的一个压制拿出局数的效率更好。好，说着说着，速球在前面啊，再来走这个大角度的变化球，今年的第一个三振呢、啊，在这。好，但是这个球呢投进来，主审拉弓箭，哇，那今天徐若曦初登本季初登场的那场比赛没有三振啊，现在呢连两 K 啊，所以。这个一百 K 的里程碑在第一局就达成了。对，但这个其实如果不受伤，不受伤对他来讲，他的能力应该很快就到了。他的那个第一年的那个 K 法，对，还是很大家相信印象会很深刻，包括破了这个联盟的记录。那今天第一局开局的这两 K 哦，都是用变化球来做第三球拿到出局的决胜球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观察的，他有改变。就是我有武器，最好的武器，能够制造回空，但是把变化。